是刚刚联合党的113年，113年1月3号。瑞芳站了。10:41所排的是417号华联发车中北向阿树林的88988，打基数字的大个小圈了。接下来21244新发车将30辆瑞芳，全都准备交回清真。172-730-17百姓高高军车，台湾要推问物列车啦，你有傻眼吗？高端旅游有没有？真的啊，很贵耶。我只能看车厢了。好，拜拜。人家说我不买单，对不对？啊，你有感动吗？啊，新造的车厢，等于他们要来旧的要拆掉了，对。啊，我跟你讲说，北韩政府的制服嘛。对啊。对啊。上车啊。好了，拜拜，再见。好，喜欢的拜拜，准备关屏幕。本地成本就2800，七七一次哦，这样数理。88988，大七数到大尾小圈，大六杠杠，本地成本。